比以后那个比赛还精彩。这几乎是令人捏一把奶。人们会以老公称呼自己的丈夫，但在古代而是下列何者？电视剧的时候很常老公公驾崩了，皇上驾崩，皇上驾崩吧。请问鸿门宴上做什么事情刺杀刘邦呢？好的，哎，敬酒啊，先把他灌醉啊，哎，来我敬你。